哎，静一怎么样？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？哎，哇，正好要出来了。Hello， 我们是网易新闻，网易直播。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T的鞠静一。一会儿是要去彩排是吗？我已经彩排完了。彩排完了，现在就在等待一会儿上场，还是要等待红毯的？就等。就等。对。是不是这里面还挺冷的？嗯。暖气一直没有开，对，因为北京就一直很冷，就是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又干又燥又冷。好，那注意保暖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